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.spoonroad。北京时间6月24日，根据名记 Shams 报道，欧文计划执行球员选项，并向篮网申请交易，寻求加盟一支新的球队。在此之前，名记 Word 报道，如果欧文无法和篮网达成续约协议，他已经有了一份愿意先签后换加盟球队的名单。这份名单上包括湖人、快船、尼克斯、热火、独行侠和76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记者表示，若没有篮网的帮助，以上任何球队都没有空间直接签下欧文。欧文想要寻求交易，且六大心一下加曝光，让我们看看网友们对此如何评价。ASACEO TOLASIASFAN KINGRISON WASN'T HIT SIMPLE FACTLY WITH THAT CULTURE。作为凯尔特人球迷，欧文太棒了，他完全融入了热火的文化。Non-announces that KD will join Heat。现在宣布，杜兰特将加盟热火。Perfect that way, Lakers can't afford to sign no matter what they do。这样做是很完美的，无论做什么，湖人都买不起他。KD covers the same zone as everyone. Like KD, THYGVP, ICESTOTRED。湖人球迷在这